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I think that we all had enough. Those have bee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rid up of my thoughts, still in the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大家好，我是辛巴。今天这期节目来到了我们慈溪的杨梅之乡大山啊、跟我们之前拍过的 400X 一样，我们今天骑了一辆铃木的 DL250 的详细的测评，现在就正式开车。先说一下这辆车的来源啊，这辆车是我朋友的二手车，然后我朋友是二手车贩子，然后这辆车的情况就是7000公里，然后已经过了两手了。基本上整个车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无倒无摔的，所以那些我在之前视频里说的问题应该都是本身车就有的，并不是事故车的原因。 OK， 我们一点一点来讲一下这个车的具体的表现。然后呢，这一次的视频会跟平常不太一样，我们并不是先说优点先说缺点，我做了点小笔记，因为我自己在这边休息了一下，就仔仔细细想了一点。首先我要说一下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DL250 是不是不灵活，是不是本身 GW250 的动力没有那么强，那你加了三厢以后是不是这个车变得非常不灵活，动力完全不够用。我只能说我一开始骑上以后我也觉得这车动力不太够用，毕竟从大野驴换到250确实有巨大的落差。但是在我今天骑了一天以后，现在已经晚上了，我们上午骑的车，经过一天的相伴呢，我觉得特别是今天跑完山以后，我觉得如果是你日常代步，哪怕今天像我们带了三厢，你也不会觉得不够用，这辆车的动力水平我觉得是够用的。日常你再骑你不会觉得这个车是有多么多么多么的肉，它还是辆250的双缸。日常代步哪怕加三厢以后它也并没有变得特别笨拙。本身这个车其实去掉三厢以后它的重量也就188公斤，你觉得真的重吗？其实也还好，对比老的以前的 GW 来说我觉得是要灵活的，特别是它的龙头把手啊，我个人觉得骑起来比我以前老的 GW 要灵活得多，不知道是因为设定的原因还是这个倾角的问题，反正我觉得这个车比我以前的 GW250 要来灵活得多。188的重量也没有变成累赘，加三厢
也并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只是说你相对于现在的一些，比如说250SR或者说300级距的国产车了，它的确动力说不上多么多么优秀，只能说够用，只是这样而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油耗。那我周围有 DL250 的车主嘛，这个车油耗大概是3到4升这样子，我自己是没有测油耗，但是这个观点应该是可以为准的，因为我朋友骑这个车骑蛮久了，3到4升，3.5升左右，基本上不会错的。油耗我觉得作为250级距3升多挺好的。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我骑 GW 的时候 ，GW 的油耗其实才2.5到3个不到，就是2.5左右，其实更省一点。那这个车可能尺寸更大，像我朋友也带来3箱，可能我油耗稍微高一点，可能是这样子吧。以前我觉得 GW 250真的很省油，加满一箱油你就一直可以骑，就这么夸张。然后第二点，我们直接切第一视角吧，我们看车来跟大家讲也可以。我们这样手拿着。手拿之前有点抖哦，那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我们切第一视角好了。 OK， 我接下来来讲讲这辆车，我觉得有几点要着重讲的。一个是坐垫啊，这个坐垫我个人觉得一开始我觉得这坐垫还挺舒服的，我今天骑下来只能说上午头2个小时我觉得这坐感还挺柔软的，也还行，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坐垫其实是割屁股的，就是割得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骨头没顶得很舒服。然后这个坐垫啊，你在骑的时候你其实找不到一个特别特别舒适的位置，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是找不到。这辆车我估计现在我骑了4个小时左右吧，我觉得还能接受，如果更长我觉得我会受不了，可能是它这个造型的原因。整个坐垫还是软的，你如果城市通勤没什么毛病，我觉得尺长途这个坐垫算不上舒服，真的算不上。然后第二个点是这个车的齿比设定啊，我要着重讲一下这个车，我就直接讲它的各个细节吧。就是它的齿比设定啊，你真的可以把它当做一辆自动挡的车去骑啊，在城区里面骑你基本上可以全程3档，你3档起步4档起步你也不会噎死。这辆车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新手啊，新手的 ADV 你基本上全程你可以把它当自动挡骑，包括我今天跑山啊，跑山我一开始就是全程3档，然后到后来就是速度上来了就全程4档，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非常轻松，非常非常容易驾驭。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这种类型的 ADV 里面，毕竟它这边写了 Super Adventure 如果它当成 ADV 来骑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算很好上手的 ADV 了，很好上手。当然我一直觉得这个车就是 GW 套了个壳而已，但是很好骑，城市里骑特别轻松，特别轻松。这个三厢我一开始会觉得像我大野驴其实带三厢就觉得没有那么灵活了，但是这个车带三厢其实还好，可能这三厢也有关系啊，这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我不了解，但是这个三厢带着没有不灵活，我觉得这个车带这个三厢你做一些激烈的操驾动作，当然我也没有说去激进驾驶啊，就完全不会觉得是背后有东西或者说整个车不灵活，没有，这三厢我觉得是可以日常带着的，没问题。大野驴的边厢我是不会想日常带着的，这个我觉得日常带着没毛病。然后再来讲一下这个车的转向机构啊，大家能看到这个把手，这个车的把手这边我觉得特别简陋啊，我说实话这边我觉得特别简陋，就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特别空旷啊，线材也很乱，然后这边这个龙头也特别的简陋，真的用简陋来形容，我觉得这个车的龙头的灵活程度啊比 GW 是好的。 GW 如果骑过的话你就知道 GW 的龙头其实没有这个 DL250 来的灵活，但是这个车 的龙头的表现，就是龙头表现啊，无论静态还是动态都不如 400X， 我为这结论负责。就这个车的动态表现，整体的龙头给你的回馈，就是单单指龙头啊，这个龙头给你的回馈的感觉敏感度可能是多方面导致的，无论是避震轮胎还是这个阻尼感，我觉得都不如 400X， 这是可感知的。而且是因为 400X 我骑的时间中间间隔不久，我觉得是有落差的，不如 400X， 那他们价格也不一样那话是这么说，但是就确实不如。然后是这个车的坐高问题啊，这个车坐高非常亲民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第一视角的坐高吧。我赤脚1.72米，然后这辆车我觉得跟400X非常像啊，就坐高非常非常低，那我基本上是坐下以后两脚微屈，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车作为 DL250 这种 ADV 类型的车来说
它坐高基本上我觉得1.65米以上就可以驾驭了，真的1.65米以上就可以驾驭了，非常非常亲民，我觉得所有新手都应该是可以骑的。你特别身高不够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讲到坐高的时候，我其实要讲一点这个车的不足吧，就是这个离地间隙啊。这个车不知道这个护板是不是原厂的，不管这护板是不是原厂的，它的离地间隙都非常非常低啊。我觉得是比我之前拍的400X是要低的，比400X还要再低一点。我觉得这个离地间隙甚至没有以前我骑的 GW 来的高，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错觉，但离地间隙真的很低。为什么我一直说 GW 的问题呢？我很明确告诉大家，这辆车骑起来跟 GW250 真的是一个亲妈的，除了换了一套壳，我觉得本质上这后半部分把它头去掉，去掉头，它就是辆 GW250，真的没什么区别。当然，这外观很好看，这外观比 GW250好看多了，至少现代多了。后面屁股上这一点就是 GSX250的尾灯，基本上就这样子。OK， 我来讲一下 DL250 的刹车。这个刹车我是要给差评的，无论是在30,000元价位，还是说在这辆车上面，我都觉得整个铃木集团没有任何的进步。我觉得过这几年，哪怕现在让我去说这辆车的刹车，不要说在30,000元价位，我觉得不如国产的250，20,000元价位的国产的250刹车已经比它好了。这辆车刹车唯一一个可以夸赞的点，就是那个刹车还算线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日常代步 OK， 你要求低没毛病，但是你可以去看看现在国产的刹车都很不错，都比这个好。这个刹车如果说我个人对400X的刹车我已经觉得只是够用还行，这个车就是在现在这个节点2022年这个节点，我觉得是不够用的，我觉得是差的。现在的250国产刹车都不会比它更差，最多跟它差不多。我觉得满分10分，它大概只能给到5分，也就只有线性可以说了。而且这个刹车的点头现象特别明显，就是避震。我觉得这个避震除了舒服以外，真的很难找到明显的优点。只能说它过一些烂路的时候，过一些非铺装路面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的颠簸，没有那么的累，仅此而已。这个避震在这边可以说我想多了，就是对它要求太多了，它不是让你用来跑山的，确实。但是跑完山你才能说，我相信所有人往好里做总归是没有错的，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可以把一套好的东西用来去跑摩旅，没毛病吧。避震是可以做到走烂路又舒服，在过弯的时候又能保持支撑性还有韧性，当然不一定在这个价位里面能做到各方面都完美，但是是可以兼顾的。这辆车是没有兼顾的。我觉得这辆车在我今天跑过程中，我是一直在觉得这个车的前叉支撑力不足，一路都是这样子，在下坡就更明显了。我之前说400X很明显，这辆车比400X可明显的多。我觉得400X我都说不上好，这辆车直接可以用叉来形容，我是不满意的。就是这辆车的刹车避震表现，我觉得整体这辆车运动性，如果 GW 在2015年、2014年的时候运动性还能算得上优秀，算得上好，那 DL250 在2022年这个节点，它的运动性是差的。满分10分，我最多能给个4-5分，就只能这样而已。因为同级别的国产车已经做得比它优秀了。我说同级别是指同价位啊，2-3万已经可以买到很优秀的减震、很优秀的刹车了。你的钱是你的钱，我觉得这个你要想清楚。OK。这就是它的动态表现，我也吐槽完了。接下来我来说一点我觉得这个车的优点吧。其实这个车的优点其实跟400X有点像。第一个，它是合资品牌，它是铃木的，这是天然的是有加分的。当然我觉得铃木品牌跟本田品牌，我很明确告诉大家，现在这两品牌之间有巨大的价格落差。无论品牌还是后续的产品力，包括新的产品，包括品牌影响力，都是有差别的。本田有溢价，铃木也有，但是铃木溢价就没那么多，懂我意思吗？这个非常明显，你去看看行情就知道了。铃木最近我说实话，我觉得5到10年都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确实没有。可以回想一下，在国内
就不要说吹了这么多年的七五零了，一直没有进来。你到现在，你能在国内，不能在国内了，在国际上，你只能看到那个拉了皮的铃木刀没有了，还有拉了皮的隼。那我自己作为以前买过 GW 二五零的人，我是对铃木是有情感的，更像恨铁不成钢。OK， 我们回来就是说 DR 二五零，我觉得 DR 二五零这辆车，我觉得它还能卖3万块钱的原因，第一个它是铃木品牌，第二个这个装缸用了很多年，口碑非常好，第三个这个漆面还不错。真的很多人说铃木豪爵漆面好，大家回想一下为什么会说漆面好呢，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的优点了。可靠性确实也能算，我觉得我在400X那一期说本田的可靠性的时候，我还是人挺着很直的，我坚信本田400X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但铃木250我的腰就挺的没有那么直了。因为铃木这几年的整个产品的溃缩，让我觉得它也仅仅是有这个可靠性来维持它的价格了。那我其他不说，我觉得本田的 400X 在它的40000元价位里面，它动力水平也一点都不拉垮。 DL250 在30000元价位，这个性能真的只是够用，这就是区别。你可以拿本田的 400X 去跟国内的500的级距的 ADV 类型可以去对比，但是 DL250 跟国内的300级距的 ADV 或者说同价格的400级距的 ADV 它是完全比不过的，这动力水平完全跟不上，只能说够用，只能说够用，就是我一开始节目说的够用，能用。本身为什么我要做的这期节目，其实我更想跟大家聊的是，我们原来一直说日本四大厂，其实现在在我眼里四大厂的排名，铃木真的不是掉车尾了，已经快出这个四，就很多铃木粉丝都不肯承认这一点，但是铃木确确实实这几年让我非常的失望。我买的 GW 可是12年的国内组装的日本进口件的那个铃木，我这么说，我爸以前是骑铃木王的，我们家以前就有铃木王，那我觉得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恨铁不成钢。铃木的 SV650 我也觉得很优秀，但现在啊2022年，你看看现在环境下，今天是7号，你不要去说前两天春风出的450SR 才卖31000块了，才卖31000啊，450那个动力水平大家都看见了，能跑4秒左右。今天刚刚有消息，马上来的550就是钱江的，对吧，也打算卖30000多，他也卖30000多，就国内已经卷得一塌糊涂了，已经在用 Brembo 刹车了， KYB 前后减，就你看看国产车30000元价位在卖什么车嘛。我真觉得如果说你现在买 DL250， 我建议你加10000块钱去买400X，本田400X优秀多，全方面优秀的多，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对 DL250 的所有内容。我本来还想夸一下它的可靠性，但是一想到它的动力水平，它的现在不思进取，这期节目太主观向了，大家就随便看看吧。说测评更多是我个人的抱怨，我希望铃木能再起来一下，那个时候出铃木隼的时候说铃木要把隼再拉出来更新换代，我还特别激动，但什么都没有，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如果想看其他内容，想看什么车，摩托车可以给我留言。我是辛巴881，最后再说一句，国产加油，不要平躺，让我们卷起来。来讲一下这个减震哦，如果我觉得本田的400X减震已经很软的话，这个减震比本田400X减震大概还能软上1/3吧，就非常非常软，特别是前叉哦，你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前叉完全太软了。我刚刚有试一下，就刹得比较急，它直接前叉点就在平地的情况下，其实400X的点头效应没有这么明显，这个车在平地里面点头效应非常明显。然后来说一下这个车的抖动吧，这个车抖动差不多是正常的发挥，并不是特殊的抖动，它会在差不多7000到8000，8000左右吧，会有一个抖动，会传到你的刹车的那根杆子上面，会比较明显，比较明显的。但是你说对你自己去骑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我倒觉得还好，整个一个抖动控制还是能接受的。